他是不是为难你了？没有，都是一些小事。恋爱关系公开吧？不行，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？而且如果公开了，一定会影响到你工作的呀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。我只是想告诉所有人，你苏静静是我的女朋友，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你。我可是苏静静。 谁敢欺负我呀？好了，别放在心上了啊，去工作。行吧，今天就放过你，但是你要补偿我。怎么补偿？嗯。顾总，你们这是？